现在街上买了两个洋芋，好大哟！两个洋芋7.9块。哇，这么大！5毛钱一斤，你们算一下，那是好重。来，就那个狼牙土豆去买的。嗯。那个都有2斤多。你哪里是5.6钱一斤嘛？1块多啊。1块多。5斤7.9。哎呀，我还说是5角。妈，鲶鱼捡到便宜了哈。我还捡到便宜，我还以为捡到便宜的，我一听到说5角钱一斤。哥，你晓不得看一下。猪狼牙土豆要用的专用模具，你不要以为那个还有用的。看来是我出场才得行咯。该早晓得你光来弄噻，还给我手弄痛哈哒。先倒点水泡起。两个洋芋好大一个。给它抬下立起来。吃那个狼牙土豆必须要放点节力根，在老房子后头去挖点点。看苗子还可以。哎，有。看来今天是该吃节力根。你看，好安逸！哇，那句话好大根根哟！点火了哦！烧起嘛！炸洋芋多倒点油。油温差不多了。炸得差不多了，立起来。先找个整个蛋块来切。蒸起。把那花菜炸一下。弄些葱的花椒面。吃那个狼牙土豆，那些佐料是必不可少的。那会的节日更好吃哟，姜蒜，这里放了花椒面，鸡精，油辣子，这里麻辣土豆，等弄饭了，咋不弄饭呢？这是做的辣呀，土豆，洋芋啊，啊，好辣椒啊，哈哈。还多了两个肚皮来做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嗯，刘姐，商量哈。嗯，可以。哇，大伙儿整好了，弄起开饭了哦。豆花，啊，嗯，差不多，可以。我不喜欢吃凉花菜，恁个好吃啊，炒的那么花。那花菜是在脑壳上开花，多安逸。要到碗头来吃。那个是哪样嘛？那一类你吃一嘛，我不吃嚼不动。那你要咬是花菜吗？啊，弄怕的，怕的你吃嘛。是什么？今天的洋芋还弄得好。